球馆。对对对。我有跟人去拍过。他从会在那边打，叫我去那边。然后我就在异地，我就说就在三明打就好了。对，就在一起，但是我习惯打三明，我就说没有。他有点，对，但是愿意去行去成，都挺多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在那边找车位，找到了，可能更远，而且你更花时间了。我拒绝，我拒绝，我直接就是也一样。没有，反正你有那个，下水你看啊，像那个小黄说去买，去夏天那个买点饮料，反正你本来有那个时候。现在便宜，对不对？每一块钱就好了。就是你要先设定好，就是要找。但是你打算去的话，就不没人给你争了。停车位怎么拿到？不要说什么坐电梯，一定都会塞死。那出来就还好，你找到地方。然后房子太早了。这么早你起得来了？对吧？对，这么早。而且起的是你要到那边，所以你要更早了。我说你五点起来不行，五点要上。我直接跟他讲的是。对啊，五点到你就五点起来洗漱吃一下。对，这个可以，那是我们要乐趣的。从球场回来，他那都是金黄色，是蓝蓝的吧？然后要不然就还有一个是动车，洗车、保养厂。我看了一下，还很久了，不是很久。
谢谢。我要先站站。五点我觉得甜甜的，不辣。我要先打。啊，是啊。五点十分钟来不及，都还早。好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早了。啊，里面的。现在还有55分钟，打要先保护一个人。有点因为叫对了，快要盖一下，后面会有口味变吗？不记得吗？对啊，有些人会真的有影响，有些人小部分。而且他加神秘，口味变。Go! Go!
有八个。哈哈哈哈哈哈。Okay.
一个建筑的学员，Thank you.
Okay.
看不见，对对对，然后我逛了之后，对对对，到处去逛。Gracias.